在此做主观的道歉。对于这次民众的伤亡事件，后续我们会做到最诚意的抚慰。我们全部都有去这个跟家属问过，据我们现场的回报是，目前所有的伤患受伤的民众应该只剩一位还没有出院，那其余的都已经这个出院，那我们后续还会再去慰问去追踪，相当抱歉。所以后续我们一定会去把这个相关的责任以及抚慰的事情做好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公司会尽全力配合台中市政府以及捷运局，对于这个捷运的安全行驶的恢复，我们公司尽全力配合政府来做，完全依照政府的指示，让捷运的安全行驶尽快恢复，保障民众的权益。我们所有的这些工程全部都是依照政府相关规定做。那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，我们正在调查，会再给。是调必要拆除的作业吗？那他为什么要选择面向捷运这一端，而不是其他面？这有很多工程上的问题，没有办法在这边做。公司会全力配合这个检调单位以及相关的政府机关，全力配合这些调查相关的责任归属，公司会全权负责，绝不推诿。